我是丽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潮境公园旁边海科馆。好，现在到喽。嘿，潮境智能海洋馆到底是有多智能呢？难道会有智能平板，还有智能披萨、智能烤香肠、智能市集？还可以有什么智能呢？还可以有智能发抖功能，现在就在处于智能发抖功能。什么烂功能？智能发抖功能停住了。哎，又开始了，智能发抖功能，智能地震功能。嘿，我这个 OK， 消毒完毕。好，停手。哇，它会变色。来，赶快进去吧。哇，有鲨鱼。妈妈，大胆吗？向前。啊，看到爸爸了，看到爸爸了。阿宝他们在那里。潮境智能海洋馆。阿宝，嗨，阿宝，嗨，原来你又来呀？对呀。你要看到阿宝在哪里吗？看，我等一下就知道怎么把抓进来，不然我会怕那里面的鱼。对，我以前看他们就是。哦，嗯，好好吃，嗯，好小，好破。然后结果现在看这么大的鱼，哎呦，我的妈！哇，也 OK， 后面是海龟啊，三二 ，OK， g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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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哇，海龟呢？那边两个海龟吗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呀！好可爱，阿宝你好可爱啊！看那嘴巴，哎呀，好可爱，好笑啊！我可以指照他嘴巴吗？对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！哎，不见了！你把他赶走了？不是我啊！你赶走他了！我在电视给你看，三二，你看有没有？你就要变了，拜拜！你看，还真的拜拜了。哎！哇，酷了！这我还在一直，在一直在一点泡泡吗？为什么没有？你要点对位置吧。没有没有啊。为什么我点都没有？可以可以可以哦。你又过来了。跟豹纹拍张啊！我为什么要跟豹纹拍张？不能吃，我想吃鱼。红鱼可以吧？我还觉得它好吃吧。Thank you.
哦，真可怜。在地上那只小，它有吃了很多，不想起床吧？它在睡一觉，它被那个，它被滤水器给吸住了。这是可以的，对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底下水会吸进去，然后过滤出来，从上面出来。而且底下它不会从那个吸进去，然后再出来。应该是吧？哎，你们演一下鬼片的那种感觉，快点来。我们演。演鬼片啊，那个。对，脸上青光。后面没有路了、啊，你们要去哪里？后面应该是出去了吧，是不是？对。阿宝要不要牵手？要。小薇要不要牵手？要。谢佩君，拜托你了，好不好啊？